咁啊，大家眼前咧就睇见咧就两部相机，一部就系今日出嘅 Fujifilm XS 十啦，另一部就系我近排攞嚟拍片嘅Canon 嘅 EOS 嘅 M 五十啦，唔系 Mark Two 呢部 Mark One 嚟嘅 ，Mark One Mark Two 一样嘅啫。咁啊，确实咧就 Fujifilm 咧呢部 XS 十咧，我觉得咧佢真系 target 同一个市场嘅一个拍 vlog 同埋轻便 snapshot 嘅市场啊。咁啊。其实大家明白啦，如果你知道嘅话啦 ，Canon 其实咧嗰个 M 系列咧过去咧就原先咧就真系唔系太受关注嘅啫。自从出咗呢部咧咁容易拍 Ford 嘅呢部系 M 50之后咧，佢曾经成为咧最畅销嘅 Canon 嘅无反相机。咁啊，直到佢出咗 R 系之后咧，呢部机咧一样系咁鬼正嘅。销路吓，咁所以咧 ，Canon 咧即系欲断还断啦，出咗 R 之后咧，仍然系 keep 住个 M 嘅系列，甚至呢部 M 五十一出埋 Mark Two， 大家即系可能会跌眼镜，点解唔系出 M 五 Two 咧，而系出 M 五十 Two 咧？咁因为呢部 M 五十咧就太过正，Fujifilm 呢部相机咧其实都系一样咁轻便，睇上嚟大细差唔多，打同一个市场一样系侧边反 mon， 咁啊，所以咧，我相信未来一段时间咧，呢部相机咧就真系同呢部咧就真系有一段系将会有一段恶斗啦。